您是否想学国画？但由于画画工具多，不好买，不好带。您是否想过要参加一些培训，但又没时间，或者培训费用太贵？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套龙绘宝工具箱，方便您画国画、学国画。龙绘宝工具箱包括14种、21件国画工具，现在订购赠送国画技法大全，包括多位大师实战视频，可以满足从初学到专业大师的各种需求。套装外部采用中空吹塑工具箱，长47厘米，宽33厘米，厚11厘米。龙绘宝工具箱采用加厚型吹塑材料，实现所有工具定点定位存放，抗摔防水性能好，保证全部产品安全到达您的手上。人性化皮手设计，方便携带，内部包括全部毛笔十支。其中1、2、3号皮斗笔各一支，大中小白银各一支，花枝翘两支，小衣纹两支，基本可以满足各种情况下作画的要求。螺纹燕一个，青花小笔洗一个，笔帘一个，笔筒一个，墨汁一瓶，刻花正尺大码两片套，七座的笔架一个，书画毡调色板各一个，整套产品齐全，整体重量约 4.5 公斤，是国画爱好者的首选套装。随工具箱我们会赠送国画技法大全移动硬盘版教程一套，全套教程是目前内容覆盖面最全面、最丰富的国画教程。无论您是国画普通爱好者、初学者，还是培训教师，本套教程都是不可多得的提升必备教材。里面详细的为大家展现了各种国画的技艺技法，全套教材以视频为主，总时长超过5000分钟。分为人物画、花鸟画、山水画三大类，每一类中又各分为工笔和写意画两小类。无论您是才入门还是精通国画，这套龙绘宝一定可以让您享受国画带来的无穷乐趣。全国统一咨询订购热线400-025-0245，或加客服 QQ4694-7188，也可以编辑短信101加姓名加电话加地址发送至18201847188即可完成订购。他在对称里面找不对称，所以这个画面来说，他没有违背这个蔷薇的生长规律，但是他表现出来是非常的完美。这种完美来说，让大家一看就说它非常的到位。这种到位更重要的一点也是前面说到的这个古法用笔，它在里面更明确的把它这些表现出来了，里面这个更细更细的小的枝干撑得起这么多朵花，就一个枝干，这也是中国画这个线描的魅力。在画的过程中，它这个分展呢有两种方法，因为现在出的砖跟古人的砖是有区别的，现在的颜料跟古人的颜料也是有区别的。这张作品我在故宫里面看过，当时让我感觉很惊讶，这些叶子的上面的石绿浮在上面一层很明显，那些颗粒都几乎看得到，就说明这个画家在画这些小叶的时候，它并不是我们看印刷品想象中分染的那么多遍，
而是两三遍就几乎完成了，然后再收拾一下就非常美了。这也是我前面说到的这个砖的粗细跟画法是要改变的。而现在来说，这种砖跟这种颜料它必须要淡淡的一层层慢慢的染，慢慢的染，把它染够染透。这也是技法是随着材料随着工具的不同它是要改变的。所以来说教你们的是一些规律的东西，但是来说在具体的画的过程中又是更重要的要注意的。这张小品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特别感兴趣，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啊，一张这样小的一张小品，古人为什么在上面画了这么多个小昆虫？你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几个小昆虫在里面啊，他怎么安排的这么巧妙，又这么舒服？经过研究生的学习，经过对色彩的研究，才发现宋人他已经对这个色彩有非常敏锐的观察和表达的能力，这也是体现这个画家的一种高明。他这种高明表现在哪里呢？你看，本来这个螳螂是动的，大家都知道在绘画里面动的东西比静的东西要重，而且这个螳螂放到这个王金分割的地方它又动，本来是更重的，但是它不让它太明显，把它处理的跟这个树叶的叶子非常接近，你不细看还看不出来。这个昆虫啊，在这个树干上也是用我们现在研究这个昆虫动植物的它种保护的颜色把它混到一块，你不细看还以为这个是这个枝条的一个疙瘩啊。这个蜻蜓本来也是非常有动态的，画到这个空间里面本来是非常突出的，它也让它不太突出，把这个树这个枝干跟这个蜻蜓的颜色几乎混到一块，让它非常的吻合。然后最突出的是这个蝈蝈，这个我到北方以后才了解，这个蝈蝈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小昆虫，很多人都喜欢养它，也体现这个画家对这个蝈蝈的一种特有的喜爱，把它放到这个葡萄叶子的上面，它趴到上面，颜色是唯一一个昆虫里面用对比的颜色表现出来，所以这个就显得最突出了。它本来的位置不是太突出的，而让它很突出。几个昆虫的形来说也是几个呼应，这种组合跟这种里面这种均衡的作用在这张画里面很明确的，这种构图就是十字形的构图。这个构图里面它体现了这个画家在说明这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葡萄架里面的一个角落啊，因为这里延伸过去还有，这里延伸过去还有，这边还有，这里垂下来的说不准还有。这个画家在表现这张画的时候，他充分利用了我们现在研究出来的就是色彩构成的成果，在这张画里面他非常
充分的表达出来。所以来说，这也是一张难得的好画。现在讲讲我的这张创作。这张画来说，就是在南方的农村里面常常看到的一种景象。因为我当了几年这个知青，对这个农村的生活非常的了解，这种场景特别多。但是来说，在这张画里面，我是怎么把它表达出来的呢？就是春天，这个已经是开始暖和了，但是它突然间来了一场倒春寒，这些植物啊，各方面啊，都感觉有一种春的寒意在里面。要表现这张画里面当时最让我激动的，就是这些野芋头，这种里面穿插的这些小枝条，在这张画里面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因为它起到一个把这些白的鸡跟这些野芋头起到一个很好的一种连贯的作用，而且还把那种倒春寒那种刮的一种冷风那种感觉表现出来。整张画的这个构图就是枝条是这样长的，这个芋头叶是这样长的，在这些白的鸡里面，它出现一种就是这个小的这些红的机关。在这张画里面，色彩上的安排主要就是这些小的红的机关跟这些大面积的蓝的色调做一种对比。这个黑白灰来说，大家就看得到了，就是鸡是白的，最重就是这些东西。这种处理来说，就把那种春意，那种倒春寒那种境界，在这张画里面把它表现出来。这种表现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里面的这些纷染。在画这张画里面更重要的一点，每一种线条的勾的处理都是非常不一样的。这张的白描用的线在18描里面必须经过训练，才会有这种感觉，有这种能力去把它画出来。这个老藤是经过很多很多年的这种很沧桑的岁月长成的，它里面有这种弯曲而很带有很大的镜头，这些里面这些小的这些果，它里面跟这些形成一种对比。勾这些线的时候，要把这种感觉要完完全全的表达出来。
大家看我勾的时候要注意，就是说那个笔断意不断，那个转接各方面它都要那个气灌在里面，就是说每一笔都要灌气，所以中国画的气韵生动它是要靠每一笔里面慢慢的体现出来的。Thank you.